有大鱼吗？这么多小海鲜，特别是海鲜，这好像鲨鱼啊。我就给它起一个名叫蓝孔雀，我瞎起的，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。哇，这汤也是放的，来了，刚才来了，刚才来了。好香啊！这是的。哦，怎么这么小？它好像有点不错呢。对我的项链感兴趣，经常呀妈呀！越剧啊，那多少分钟？他吃了好多啊，你看他那个肚子。五八。肚子。我和钟家，我们俩说玩那个会不会钟家？哈哈哈哈哈！他小时候都好乖。它也是那个短尾，对，一模一样。麒麟尾是，怎么样的缘分呢？是不是它？对啊，一模一样长的。是不是那个？是不是宇宙在给你发送信号，让你领着这样的猫回家呢？